Hello， 私身開張啦，表合啦。其實好多都係啊，係嘛？可以咁今日咧，顧名思義啦，就係迎星雅集嘅開幕典禮。咁點解咧就會移師到去呢一個場地呢？咁因為咧迎星雅集非常之不得了，即係不斷咁樣去擴展啊。咁所以咧個空間咧就漸趨唔夠使用啦。所以嚟到呢一個更加大嘅空間嘅時候咧，就希望同一班嘅學生啦，同埋合作夥伴啦，可以有一個更加舒適嘅環境啊，可以同大家咧舉行一啲小型嘅活動啦，同埋咧都會可以繼續拓展佢嘅業務嘅喎。迎星雅集嘅宗旨係啲乜嘢呢？其實咧係可以凝聚有熱誠嘅音樂人。我哋希望咧喺呢個場地入邊，何盈盈小姐可以同大家一齊做好音樂教育同埋表演，可以用音樂去傳達正能量嘅信息，培育新一代嘅音樂嘅專才。大家話係咪咧？二胡大師李君老師咧，同我哋去表演一場嘅開幕嘅表演儀式啦。熟能詳嘅歐瑞強先生、LEGO 李隆基先生、張偉文先生同埋黎耀祥先生等等嘅。好啦，而家呢個時候咧，我哋首先邀請我哋嘅創辦人何盈盈小姐出嚟同大家致辭咯。有請何小姐。我係迎星雅集嘅創辦人啦。咁我嘅理念咧就係希望咧，我用音樂傳遞正能量，咁可以用音樂去傳遞愛啦，同埋咧係去令到下一代嘅音樂人咧可以培養到嘅。咁咧其實咧我咧嘅迎星雅集咧就有三個迎嘅方針嘅喎。我哋希望要有一個迎格而震撼嘅表演，令到客户滿意嘅。風迎咧係點解係風迎咧？因為彈音樂咧可以陶冶性情啊嘛，可以令到自己提高心靈嘅力量啦、能量啦，令到個人開心啲啦。最後一個迎咧就係、是。凝聚力就係頭先咧，菲菲咧同大家講嘅，我希望咧凝聚一班有心有熱誠嘅音樂人或者學生啦，去令到一齊做好呢、這個音樂嘅教育同埋表演事業嘅。我認張相，好真係最好嘅現場。OK， 我哋可以除口罩，石屎教導我嘅許玲子老師啦，同我喺北京進修嘅時候嘅黃宗山老師啦。多謝他們的循循善導，可以令到我在音樂上面可以有很大的進步，同埋可以成為一個古箏演奏家的。好多謝和我合作的專業的業內人士，有 Singing Square 的校長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多謝你今天幫手去幫我主持的。同埋合作的一些的歌手，例如侯慧玲小姐啦，方麗瑩小姐啦，多謝一些的醫生朋友啦，因為他都是和我一起合作，例如沈卓聯醫生啦。他用錄影的形式參與國際的古箏大師比賽，並獲得好成績。他多次在電視台和好難得才搞得成的歌聲演唱會裏面做演奏，還繼續訓練千金團，努力為他們爭取表演的機會。我記得曾經同何老師一起創作中樂協奏曲到深夜四點，我就頂不住了，而他仍然非常用心，非常仔細，保持高要求的態度去完成工作，這個經歷令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你呢個新嘅場地嘅開幕啊，將來將會有更多多嘅一個挑戰啦，同埋更加多嘅進步嘅嚇。咁所以咧，好高興，好感謝呢一個何影小姐對音樂帶嚟嘅貢獻啊嚇。OK， 好，冷靜冷靜，OK， 開心事嚟嘅嚇。今天是這個延伸雅集，搬遷的那個好日子、喜日子是吧？應該可以說一些比較多的恭維話是吧？内地呢，就是说一个女孩子漂亮，就说哦，像那个七仙女下凡。古代希腊神话里面有六位这个牧师女郎，就是牧师女神。OK。其中一位牧师女神呢，是音乐女神。所以我在想呢，是不是由特品幻化成？古筝女神来到香港，哇！咁虽然嗰个场地咧系有少少即系瑕疵啦，但系你哋嘅表演咧就令我即系 very impressive。我觉得你哋系真系非常出色。即系我觉得教学咧最紧要系唔系净系教佢哋点样演奏，教佢哋点样做人。唔該曬，冇錯啊！教育咧就係除咗係教導學生咧去音樂之外咧，亦都係哇，即係點樣做人呢樣嘢咧，都係非常之高嘅一個學問嚟嘅嚇。我哋香港11年嚟到嘅，但係好似嗰啲師弟14年嘅人唔認識啊。係14年，14年係啦，好早，所以有咁嘅緣分。但係中間斷咗幾年之後，又有緣分行翻一齊。所以而家咧，所以我非常之開心見到嗰、那個。電影自己個人也好，或者佢嘅形式雅集也好，佢發展嘅速度係非常之好，仲可以去到呢啲咁嘅地方去交流、去表演，咁啊就衝出香港更加廣闊嘅天地音樂天地，同大家分享，好嘛？好，好，係個人咧，好有真善美，因為我哋喺粵劇或者任何藝術其實都係相通嘅。只要那個人的心靈美，那在他的藝術的表現就會表現到出來，所以今天也都原聚了我們一班這麼支持盈盈的朋友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他，多謝。好，證明這個迎星雅集可以源遠流長，也是飛星國際的。好，咁我哋數一二三咯喎，大家一齊剪啦，好，一二三，恭祝我哋迎星雅集可以繼續飛升國際，可以呢個音樂界嗰度啊，一路係創立唔同嘅教導唔同嘅學生咧，亦都可以創立唔同嘅好嘅表演俾大家嘅嚇，恭喜曬！好，我哋全體影張合照先啊，可以攞住個獎，係啊，好靚啊！3, 2, 1, 2, 3, 2, 1, 3, 2, 1, 好嘅。